哎，我是八四八二八四阿强。那个今天很高兴找到猫来帮我们搭戏。那个今天来那个很高兴来简单市集。那个我们是来卖 CD 的。卖 CD 不是？然后有 CD 有 CD。对，我们有卖 CD， 我们卖 CD。那个这张专辑有入围今年的金鹰奖四项大奖。对，虽然金鹰奖大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一个奖项还是有10万块。然后大家如果不喜欢买 CD 的话，我们今天有带我们11月11号的门票，跟 CD 一样贵，可以大家可以直接来看我们表演。对，如果大家没有来看我们表演，没关系，可以纯粹买票。对，可以纯粹买票，我觉得我也不会很介意。这个票啊，是由我本人，也就是宇宙那个设计师。对，阿强本人。对，昨天我去吃 ADK， 还被人家说，你是那个电影海报的作者吗？我可以找你签名吗？对，这个一样有艺术价值，跟我们的 CD 一样，大家可以买回去收藏。如果大家不想来看当天表演的话，把它贴在厨房，对，那个蟑螂跟老鼠就不会来各位的厨房。好 ，CD 300。300，我可以买下来，然后寄让大家去抽吗？送给大家看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买一片。好啊，要怎么抽？我想一下。OK。谢谢。感谢你 ，Nice to meet you。OK。谢谢。好，下首歌叫《花椰菜之歌》。Oh,
大家，谢谢大家。